啊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是四点多少？35分啊！我刚在这个圆山这边上线，结果呢，一上线就接到一单啊，应该讲说系统通知哈，这样。那我没有接哈，因为这一单呢是要送回士林去的，简单来说就是要过那个士林的那个桥哦，这样子。那我等于是把我的开市单给拒掉了，哦，这样子有点伤脑筋啊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现在人在金山南路哈，这样子东门站附近哈。刚刚我去旁边的曹味觉取餐哦，那我才刚准备要取哦，系统就多丢一单给我，200多块钱，哇，我看了好心动。看了一下送餐点哦，在永和永福路。好，系统重点是系统上面显示1公里。我说这个系统啊，下雨天呢真是莫名其妙啊，所以我自然就拒掉啦。送永和受不了啊！哇，今天这个晚上的雨哦，是一阵一阵的哦，单子又来了。等一下让我看一下，说哪里送哪里。3.9公里，小南门店 Subway 送万华。3.9公里，个屁！我看一下，送到西藏路去，举光西藏。哦，我不想再送万华了，各位朋友。我哈、哦，哇，前几天哈、哦，我已经拒掉了。我、哦、前几天都一直疯狂跑万华，之后系统开始狂丢万华的单给我。哇塞，各位朋友，我受不了。万华哈、哦、离我家士林实在太远了。哦，在那边绕来绕去，尤其是跑万华哈、哦，然后回程又不太有单，哦，我都觉得很烦。然后听说万华好像也没有什么。什么什么小烫奖还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也搞不清楚。哦，加成啦，没有加成哦。搞的就是，这个很多人听说很多人不爱去啊，详细状况我也不知道。哦，但是我就觉得这样感觉就有点差哦。好 ，OK， 那么回到我刚刚讲的，今天呢晚上的雨一阵一阵的，单子哈、哦、这个很多。哦、多了不得了哦，又来了，我看一下，萨博卫师大店送到哪里？西门，然后让我好好的看一看，厦门街，重庆南路三段厦门街，孤岭街厦门街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这单只有47块，但是。那个路线我觉得可以，那我就收了啊，先去取餐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驼壳坏掉，我人在中正纪念堂这边，然后我要骑到那个什么师大的 Subway， 哇、哦，而且还47块钱，要送到厦门街去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单我都已经接了，那我就跑一趟吧。哦，今天晚上呢，这个应该是 GPS 定位有问题吧，还是怎么样，我也不晓得，反正。整个单都很乱啊，哦，那个不管是公里数啊，或者是这个哦丢单的那个啊、就是我离店家这么远，他还丢给我哦，这样子，那真的是有点夸张啊。啊，好啦，那刚讲到就是今天晚上哈、哦，就是这个雨忽停忽下，单量是很多啦哦，但是都是胡搞瞎搞的单。啊、哦，那除了我刚讲到就是那个。把我啊、就要送到永和永福路的那一单之外哈、哦，哇，刚刚还有一单哦，是7公里多的单哦，7公里多的单，那我当然我就直接拒掉了哦，哦，真是有够夸张，而且7公里多才100多块钱哦，好像是110块而已，119，哦，那真的是太夸张，我当然是拒掉了，啊，受不了，好啦。那哎，等一下哦，我看一下，哎，这边要赶快过去。啊 ，OK 啦，那我就专心骑脚踏车了啦。啊，赶快去收这一单。
哦，天天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鬼单，哦，昏倒昏倒。哎，各位朋友，刚刚在这边哦，呵呵，这个快要送到客户这边的时候呢，系统丢了一单永和的，哈哈，跑到永和的麦当劳去收，然后呢送永和，哇，我神经病啊，我当然直接拒掉了。然后呢，送完之后接到一单这个南昌麦当劳。哦，南昌麦当劳送大安区啊，但是我没有仔细看送大安区哪里，我就给他按接单了，靠北啊！哎，不过算了啦，我都接了，那我就杀去吧，只要不是往什么万华，不是往这个中正区啦，不是往永和跑，可以的啦，可以的啦，勉强可以接受。现在先冲去南昌吧。南昌麦当劳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我现在在保雅门口哦。那我刚刚就是送最后一单哦，我自己设定的最后一单啊，这样把它送完哦。为什么叫自己设定？因为系统还在丢单给我，我就一直拒。今天大概也拒了快20单哦，这样有什么烂单啊、莫名其妙的单，我就把它拒掉。送永和的，我都把它拒掉。还有跑永和去接，然后送永和，这莫名其妙。那时候我人在师大附近，想要把我拉过去，奇奇怪怪哦，今天系统乱搞。那我今天现在是8:58了，那我今天跑了19趟哦，我精挑细选还跑了19趟这样，反正也是还蛮佛系在跑啦。然后今天大概就达到我的这个目标这样，其实我没有设定目标，只是达到我希望的这样子。那么今天是礼拜五哈，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本来礼拜五单都比较少，没有想就因为下雨，就很多人都没出来跑，单多到破表。但是哈，单就是就我在西区哈，北西这边哈，跟另外一边南边哈，南边那边的单明显比这边还要多，非常非常的多，因为他一直丢给我，哇。什么7公里的啦，哦，跑永和去接永和啦，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怪单，哦，啊，金额确实也都很不错这样子哦，不过哈，那个要进永和，那我都不管了啦，那个神经病哦，然后我杀到永和去，莫名其妙，然后哈，可能是因为我前一阵子哈，2天还是3天哦，都有送万华哦。系统开始一直狂丢要送万华的单给我，还有去万华街的单，连中正区哦，然后那个什么都丢给我，哇，有够夸张的哦，真的太夸张了，不行，哦，我要再把这个系统养回来，我就是要在金站台北车站，然后往西边走，往西北边走这样子，哦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啦齁，哇，这个雨齁都忽大忽小的哦，待会齁要有朋友要出来跑宵夜，基本上来说应该也会很好跑啦齁，这样好 OK， 明天礼拜六我应该也会再测试看看。